这是没得没法说的美味啊！曾王兄啊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对对对对，还有，黄桃是酸的，蜜桃是甜的，盐是咸的，小辣椒是辣的。 这陶冶是甜的吗？哎，别打岔，我就是问问。你说，肉肉是香的，鱼是咸的，饼饼是圆的，面条是长的啊！哎，我也想去。这三公主，这么热闹啊！三公主，这下界可是秀神的事儿，你。 是什么星啊？方叔，等我长大了就封我为神。嗯，可你现在还没长大呢。对呀。哎，怎么啊？我也想下界，我也想吃软乎乎、甜蜜蜜的糖。你带我去吧。哎呦，不不不不不，小神好像不太方便带公主下去。哎呀，我一定要去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小神不是不肯遵守您的旨意，只是如果让你爹知道，嘘，如果让玉帝、王母娘娘知道。 我亲自带你下凡，那我一定完蛋啊，朋友！哎呀，我一定要去，你必须带我去，我一定要去。走王兄，走王兄，哎，你呀，上天一次啊不容易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你呀，就别讲那些个吃的事了啊，你把人间的其他事情跟我们讲讲。哎，对对对，走王，你就给我们说说。 这男欢女爱的事儿吧？说说，曹王兄，我听说人家结婚的时候，那个入洞房啊，要带个白绢，可是我琢磨半天呢，我也没琢磨出个道理来，那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白绢啊？对对，白绢。白绢。白绢是什么呀？ 白绢就是因为你年纪小，你根本不需要认识他。白绢就是因为你年纪小，他也不需要认识你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三公主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你们！哎，你们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玉帝有旨。 各位神君，各司其职，不得擅离职守，纠结哗众。散了，都散了吧。是。灶王，带我下界吧。不不不，下界我就完蛋了。哎，回去我就去一小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你别说一小会儿，哎，半会儿都不行，你快回去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就去一小会儿。回去玩啊？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你就在那玩啊。灶王。 忙着嘛，别挡着我！哎，二姐，哎哎哎，呀，哎呦，都是你！你想干嘛？二姐，灶王说人间可好玩了，有各种吃的，各种颜色，男的女的。小人间啊，自己上碧波岩呢。嗯嗯。